你好，你好，我这是四五这边啦，哈。你好，我叫进，我进来啊，哈。啊，这几天算拢真袂好，哈，啊，真袂啊，拄啊拄着这几天那个，我这半的，啊，花到底怎么啊？啊，你都有，我都有啥补救的方法？好。我迄阵。咱教会我有去当时问的拢有套袋，啊，但是开始要开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冷吼，啊，这几天吼连续寒一礼拜啊，我嘛足惊讲，唔知就会来个空包蛋未，啊，有啥补救还是放弃？哦，请阿爸老师加指导者。好啊，算讲有一个塑胶落啊，甲套咧，塑胶落啊，套咧有是啥物款好处哈？啊，第一就是讲伊较袂起吼，即个风去渗着哈。啊，佮一个就是讲，因为无咱也是去甲伊渗着风吼，啊，伊种花粉也是，也是讲像伊个即个硬吼，即都要吐起来，迄个花苞啊是安怎呢？就容易来甲伊啊，就容易来甲伊即个伤着安尼吼，所以呢。如果那是讲有套这个塑胶落啊吼，啊，这第一就是讲有一个这个消耗保湿防雨吼，这应该是来是无什么款的一个啊，可能就是讲较无足大一个这个问题啦。虽然讲这种这个温度，但是最主要吼，就是讲迄个风啦，卖较强安尼吼，因为伊花粉上惊就是去予伊。啊，去予伊吹大气，所以脑套起来应该是无啥物款的这问题伫咧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伫遮咱当然寒流来吼，难免是加减受影响啦吼。但是呢，啊，讲真嘞吼，这物件呢确实是啊，有当时啊，那是正经伤过头冷吼，这也确实是咱啊，咱无法度去有一个之类吼吼啊，没有办法讲安怎去改做。因为天要做得来，这有时啊，唔是咱会当去做，但是咱会当去做的这个工课吼，啊，这个套地吼，这塑用一个小塑胶袋去甲套起来，即马真济吼，即个啊来啊，你啊看伊接好了呢，多数都拢直接怎甲套起来吼，啊，这差真济啦吼，因为你甲套起来了呢，伊啊较袂去吹着风，较袂去吹着风吼，啊，咱的迄个心尾吼，就较袂叫打起吼。啊，这效果就差真济，所以这是唔免过度的这担心哈。啊，所以我个人是感觉讲，像这个时间内底就是讲，地后呢唔通卖伤，唔免过度的这担心。咱这防寒的这部分，来等伊这透硬起来了啊。迄个是因为伊其实哦，这来啊吼真会冻寒啦吼，这物件呢，都有通真许吼，算袂讲。啊，袂讲太严重安尼啦吼，所以呢，这个啊，咱伫遮会当吼，好朋友呢，小算你会当放心啦吼。啊，这有当时啊，这个情形会去拄着一寡这问题伫咧，但是呢，啊，伫我个人呢，这个看法内底，只要那是有药呢，对当有套安尼起来吼，算讲你有套地后药呢，就大概啊，会当这个真好的一个这种保护吼。啊，即马过来吼，过来真重要，这所在就是讲有啥物防寒呢？这措施哈，第一就是讲涂骹卖伤过头淡，尤其伊那是心脉有咧震动的时阵哈，啊，卖伤过头淡，吼，卖伤过头大啦，吼，爱小块有一点啊湿湿安尼哈，啊，因为这有一点点啊，这个湿湿的时阵呢，伊就会当抗寒哈，啊，伊对这种冷呢，就有真大的一个这个抵抗力哈。啊，所以这部山要紧吼，这也是伫遮呢，不也是个人的当感觉吼。啊，我感觉讲这是你免过度的一个担心吼。啊，但是有处理，啊，这绝对呢是有一定的这效果底下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部分来讲吼，大家当较放心淡薄吼。啊，至于讲各有啥物较好的一个，就是讲伫涂骹底吼。啊，咱有一点啊湿湿嘛吼，爱当吼一些话啊，有一点点吼，有一点点的一个，有一点啊这种
大概氮钾比一比二这种吼，等于讲大概是氮肥四合啊这种的这比例，涂骹小甲落一束啦，吼，一点那氮肥，还有一点啊，这个就安尼吼，啊，这个起来效果就足好诶，吼，所以唔免过多的这担心。啊，你也是啊。然后灌一啊，这个玉米素还是讲有呢啊，这有一点点效果哈、啊，有一点点效果，但是啊，应该是无讲真大的这个必要哈、啊，就是讲底下脑套起来呢啊，大概咱这个有哈、啊，算最主要咱个套这个底下就是讲伊袂抠风遐许，因为遐上惊就是讲伊风伊伫个抠，啊个抠落伊遐打起吼，所以上惊是咱个套咧袂落雨袂起许安尼袂冻伤吼，啊这效果上呢啊都加真好势安尼吼，所以这里唔免过多的这烦恼哈，啊这应该是无啥要紧吼、啊，这大概呢啊拢有真好的这保护的这效果伫咧吼，这保上吼实在是感觉还不错啦吼，所以啊这唔免担心啊。嗯哼。